どうぞ。体力我觉得还好，精力上面很长，很多时候会盯不住。我觉得这次对我的磨练还是非常多，有很多比赛是，大比分领先，然后输回去，最后能赢下比赛，我觉得，一是对自己，16年，一个新的开始吧，但我觉得队内比赛，只是，大家互相去。提高自己的技战术能力，主要还是一致对外，而且，下个月就是世锦赛团体了。我觉得，大家一起在队里打出这么高水平，肯定，出去打会，更有帮助。然后我也希望，世锦赛大家都，全力以赴，全胜吧。刚上一队，刚当主力的时候，自己也没有一些，技术特点，我觉得能站到世界上最好。很多时候只能靠坚持，通过几年的技战术的发展和改变，我觉得自己在技术风格上有很大的突破。但是，这种锋芒只限于自己打顺风球。其实，去年有很多比赛，刘指导和吴指导也跟我说过，就是在落后的情况下主动去放弃的比赛。比以往要多一些，因为以前都是靠缠，没有一些打球的这种绝对的锋芒，可能给对手的威胁不大。但是去年可能改变了不少，但是一旦有一些开局啊，包括中局失误多或者落后多的时候，这种缠劲儿可能就比原来要差一些。然后刘指导也是给自己说了很多这种自己的一些原有的特点啊，要一定要保持住。不能说去改变一样自己新的一些技战术就把其他的东西都给忽略了。我觉得自己在这次比赛中其实也得到了很多的磨练了。